来了红中菜了哈，哦，早就不要不要卖给你们看了，哦哟，可以还呢，我手续费飞掉了啦，我们上一集不是卖给你们看吗？结果没有人买，好烦哦，怎么办呢、啊？一个150万手续费，两个就300万了，哦。运气的问题，我跟你讲，啊，绝对是运气的问题啦。我那时候卖就卖得出去，那一亿也才多个500万而已，卖不出去哦、喔。我看其他人都一来一去的，到底是怎样啊？水瓶王者你好，还有谁？记得勾追。其实我喜欢看装饰品啊，大家可以放装饰品吗？不要再中了啦！好，观众你们看一下，他这边呢就是有这个路灯，而且还有这个樱花，我们应该会讲樱花地板吧？这地板还蛮帅的。哎，猎彩龙谁苍蝇啊？枯萎啊！我们就再讲一个装饰品好不好？来，阿娘喂，这次三个现起的就是三个嘛吼，阿大地游泳池应该够啊嘛吼。哎，五仙卧对接的树木灯饰一点印象也没啊。嗯，哎呦，我是希望我的，我是没有在种菜啊，我都是希望我的酵素可以卖出去啊。来了冷汤椅啦！啊吼，我们刚才有看到那个樱花木嘛，樱花木也给大家看一下。大石路也不错，嗯。自己就在这边啊，怎么办？我还是希望我的销售可以。